逛夜市走黄晓明爱的路线。中国第一小生黄晓明七月底来台，爱上逛夜市吃小吃，一定有跟香港嫩模女友 Angelababy 好好分享。万佛朝宗，现在人在台湾的 Baby 想必有感受到男友在北京爱的发功。苹果昨晚直击 Baby 现身通化街夜市，可惜他羞羞的不是男友黄晓明啦。 Baby 沿途看鞋子、买小东西、买衣服，这件我爱老公 T 恤吸引 Baby 目光，可能让他想起了晓明哥哥。这么巧，上次黄晓明也是来这家店。 Baby 拿起筷子叉叉，边聊天边吃臭豆腐。 Baby 吃饱喝足走出门口，记者上前访问他，一眼就注意到苹果小卖牌。哦，对，这么这么新的 logo。 对，很可爱啊。对啊。那你知道那个黄晓明先生也跟你逛一样的地方吗？不知道，是我带的。哦，真的哦。今天是黄晓明下来逛，没有新店。而且很巧，你们还是一样的店。啊，他没有。是我人生吃的第一个臭豆腐哎。那你要不要再尝尝台湾别的小吃？因为其实我们有啊。真的哦。前面会有一个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们这边有猪血糕要给你尝尝。是什么东西？猪血糕啊。真的？对对对，要尝尝看，其实蛮好吃的。对啊，对，刚买的。对，刚买的。哇！对。好吃吗？对，谢谢大家，我等一下一定会吃些。真的。哎，那你知道那个黄晓明先生有买一台兰博基尼的跑车吗？他坐过吗？他有买一台兰博基尼。我有坐，我有坐。他前几天有说他很愿意在那个小心蔡依林出去玩。真的。对，如果蔡依林跟他借车，他会很想借，他会 OK。好了，那要不要最后拿这个麦跟我娱乐新闻的读者讲几句话？因为我们刚开播，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台湾苹果娱乐动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baby。那谢谢大家今天送给我的小吃，特别喜欢，谢谢。我就觉得你们好贴心哦。虽然 Baby 不肯在镜头前吃香肠，但他还是跑到香肠摊要买回饭店吃。这边，从这边拍。一个人在饭店嗑香肠多孤单，苹果替他圆梦，让他和小明可以甜甜蜜蜜 say 呀亲。老板，来两根香肠。阿明，香肠怎么这么硬？阿明，痛痛，牙齿掉下来变丑了啦。没关系，来还我票票钱。情花开开灿烂，情意一世永无憾。露出来了。情花笑笑语醉，春色充满世界。同相衬，永不分离，我两爱不变化。苹果娱乐新闻，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啊！报道。